将原始户型282种归并成了92种，同时还为每户配置了独立的厨卫，包括原始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户型，并且每户都兼顾了朝向等各项因素，这些每一户都与居民进行了充分的协商，因此最终总体设计方案修改了20多稿。是跨梁往两边摆上了。我们在住宅的基础上还新建了社区生活服务中心、文化活动中心、体育中心，总共3大中心，以及一幢含有164个床位的社区养老院。